那个医生看着主角的真面目了。哦，对啊，哎，有剧情。莎莉，你在哪啊，莎莉？哎，这个该不会是第二章直接过来的吧？我的脸还在耶。哎呦！是我妈，别走太远了，好孩子。妈妈，我想看狗狗，你听不到它吠吗？等爸爸到了再说好吗？应该差不多了，不过我好想看它啊，拜托，我可以去摸狗狗吗？嗯，好吧，莎莉，等一下，我先去拿包包，然后我们一起去。太好了，我在树下等你。我们要去树下，榕树下。这时候我还有脸呢。莎莉小时候，对啊，看这个发型就感觉是小时候啊。哎呦，那个狗在干嘛？啊，狗突然潜下去了。哎，为什么越走我的脸越烂？啊，我大概知道了。他说他要去看狗狗，结果他去看狗狗之后，狗把他的脸给咬烂了，是不是这样？你看他越走脸越烂，这是应该是他的梦境。是狗把他咬烂还是？出了车祸之类的，哦，狗的项圈，然后是妈妈的袋子，狗的尸体，人的尸体，哎，进入，哎，我妈怎么长这样子啊？等一下，哦，这个是桑德城啊，吓我一跳。谢谢你帮我维修马桶。不对啊，这个时候我不在场啊。别客气，桑德城太太，我马上给你通了。为什么现在又变成这边来了？维修马桶的不是拉瑞吗？怎么变成是我在维修马桶了？太好了。啊，通常这怎么念啊？河曼，啊，河曼。河曼会自己解决的，但很可惜，他的手指变成香蕉皮了。而且街头实在太危险了，我明白的。谢谢你，拉瑞。哦，他是用我的视角来去看这件事情。可是为什么他现在这个模组是莎莉呢？啊，反正我们就把自己当成拉瑞就对了。就说我们待会可以知道案发现场是怎样，是不是？好哦，我们去厕所，去浴室。然后就可以发生，就可以知道凶杀案怎么发生什么事了。好，我们通一下马桶。哎呦，靠腰，吓死人了！干，我被吃掉了。我那边还一颗眼睛哎，要死我！回忆吧，恐怖游戏都是这样，乱搞别人的思绪，手指变香蕉皮。妈的，吓死人了！一个爬上去，一个，哎呦，要死我，小马！这个小马也太猎奇了吧！你呀、啊，拜托帮帮我，怎么了？水停下来了，好口渴。别担心，我知道要怎么做，拜托快点。啊，他是被冲到马桶里面去，是不是？我要怎么把水停下来？我们现在身上东西都不能用了、欸。哦，这个是不是？哎，这个是失败的意思吗？还有两个地方可以上去。感觉好像要全部关掉，必须先从最上面拉掉，对不对？拉掉一个了。那开关的顺序不一样吗？我不适合玩要思考的游戏。失败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游戏的思考逻辑，目前对我来讲还不是很难懂啦，没有到太深度，哦，还没有到很深。他用这种图片的意境，大致上应该可以去猜测，哦，大概可以去猜测现在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像刚刚他可能稍微就解释了一下我们这个沙利的脸会为什么会烂掉，可能是被狗咬的，然后他妈妈也因此而丧命的，为了保护我。好，三个都开了，成功了，成功了。呀，我可以回去看一下那只小马，那小马看起来有够恶心的。这是冲山小啊？为什么小马变这副德性了？往生了？他不是说口渴吗？给他喝水，然后就直接灌饱了，是不是？灌太多了。要睡觉啊，晚安。他是因为脸被狗咬烂，所以才戴面具哦。我的个人猜测是这样啊，这是我的个人猜测啦。好，我们离开这里。好了，我们已经成功通完马桶了，我们要出去了。啊！被杀啦！好久回到了现场。这个是拉瑞的情境。拉瑞那时候他说他从他的那个门缝看见了杀手的影子，但是他不确定到底是谁。然后回来看到就哦，尸体倒在这里。好了，然后玩那个马儿被拿走了。然后跟着血迹走过来，越走越远。我们这样子可以去查看到底谁是凶手吗？走出了残破的画面了。哇，达利，再靠近一点，我一点东西要给你看。真的假的？你想杀我是不是？哎呦，我知道你碰过我的小马。我以为我们是朋友，莎莉。啊耶！要死我！他做噩梦了啊！原来这是一场噩梦啊！第二集悲痛啊！现在目前这个游戏到第二集了，那他还要总共会有几集？我不清楚啊。老兄，你还是会做噩梦吗？自从我妈死后，就没试过这么的严重了，我肯定是这栋大厦的问题，这里有些不安妥。哎呀，你研制这怎么念？星星吗？渐渐吧，但我真的不觉得这里闹鬼啊。我大半生都住在这里，从没见过什么鬼怪。但是什么？好吧，我们都相识好一阵子了，我给你看点东西吧。来吧。哎呀，真的！我们出来了，哇！不过感觉我应该年纪比他还小，哇！你怎么从不跟我提起？我想一个人静静时就会走过来，这是我孤独的堡垒。哎呦，有小木屋呢，赞哦，很棒啊！哇，只有好朋友才有的 VIP 会员是吧？啪！念早，知凹早，好，知道了，学上了一课了，谢大家。真好啊，我小时候很向往树屋呢。啊，是我爸借给我的，是他消失以前。等一下，什么？消失是指什么？他本来好好的，相安无事，第二天却不见了，连一个纸条也没留下。他的个人物品都还在，衣服、工具、钱包、驾照，所有东西，他就这样消失了。不是吧，阿瑞？我知道那有多难受，你父母闹不和吗？不，我的父母彼此相爱，连争执也很少，不是那么表面。我爸也没有抛弃我们，虽说我妈是这样想的，但我知道他不会这样离开我们，他很爱这个家。我相信你，那你怎么想？这样的，你知道我不怎么迷信，而你和这个 Chaji 坚称工具闹鬼，那个我是想别的，例如呢，我没跟几个人说过话，我没跟几个人说过，但你值得信赖，莎莉，我知道你不会质疑我，绝对不会。他消失的前一天，我做了件坏事，我父母买了烟花，他们三番四次，什么什么烟花。叫我等他们回家，不可以独自玩。但说真的，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在屋外点了几根啊烟火、哦，就告诉他说不要等他们回家再玩，然后他忍不住的点了这个烟火，其中一个窜进集训太太的窗子，弄死了他的宠物兔。是啊，然后我跑去看看集训太太，她发疯的是破口大骂，好像我嫌自己不够讨她嫌似的，但我很内疚，兔子很可怜也罢。然后我乘着升降机回去了，就见到那只妖怪，那个妖怪，他伸手碰我，一股寒气流遍去我全身，我怕得要死，好不好？哎呀，好恐怖啊！胆小鬼，我想我完全跳线了。然后门打开了，他来去无踪，刹那就不见了。他诅咒我了，因为我的所作所为，他诅咒我，我往后的人生就搞砸了，我报消失了，是真的假的？原来是个受诅咒的拉瑞啊！啊！还以为是什么呢？这么屌？他爸是那个流浪汉吗？不知道哎、欸。难道流浪汉就是他老爸？有可能。树后面有个很小的头是吗？我妈好一段时间完全不说话，我因为误杀兔子，在少年监狱关了2个星期。简单，单车被偷走了。因为停学太久，所以要上暑期课程，坏事接踵而来。自此之后，总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或者身边。你不觉得？你觉得是诅咒带走你爸爸？听上去很那个，不过是真的，是我的错。我爸、那兔子、桑德成太太，一切的一切。哇，冷静点！即使你真的被诅咒了，也不可以把所有事情归咎于自己啊，不是你的错啊。那只妖怪长什么样子？我从没见过类似的东西，像个会动的影子，黑雾似的，但却是人形。这个我们之前在那个地下室的那个，欸，不是地下室，这个我们之前在5楼的最左边有遇到，不是吗？那双眼睛才要命，深红色会穿透人的样子。哦，我看到欸，那个我看到，就在5楼啊，真糟糕啊！什么？我见过你说的妖怪。不是吧？什么时候？真的，我在这栋大厦见过他，跟你说的一样。我觉得他跟其他鬼魂有联系，没可能吧？如果我能解开你的诅咒呢？可以吗？说不定附近会有线索，我们可以深入调查一下鬼魂的事，说不定可能查个水落石出，有何不可？我也倒霉了到这个地步了啊！心想说啊，你北斗已经倒霉到这地步了啊，阿勾有差去调查这件事情啊，没事找事做啊，是吧？我妈不想家里留着我爸的东西，所以我把他都带到这边来了，准备有一天他会回来。嗯，他爸的东西，哦，他爸长这样子哦？为什么我觉得他爸跟他警察好像哦？哎，真奇怪，那是什么？哎，为什么左上角发出这个杂讯啊？这个 girl boy， 这个名字好好笑。啊，是在这个失物认领箱找到的。我想他对超自然活动有反应，这差不多是我们最后的合照了。没多久就消失了。嗯，我还是再找找看吧。居然这一台东西，它可以接触超自然啊！你的今年是5倍吗？啊，还是要烧毁一下。哦，有人剧透，啊，剧透被封锁刚好而已啊，是不是？不管，继续玩。超自然的震动，因为大师退休了，所以灵验的。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用的东西。我们好像这里都没东西了嘛，可以离开了吧？先看一下父亲，我父亲已经看过了啊。就感觉好像要多一个人，我觉得他爸长得超像那个警探的，欸，就是那个警官，很呛的那个警官，只是那个警官有鹰钩鼻。哎呦，储物箱，一堆自然与户外的活动杂志，啊，所以他老爸，
杂志都很旧，看起来有6年历史了。破旧的皮夹克，口袋里有几张旧的演唱会门票。我想拉瑞的音乐品味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奇怪，这个小盒子，继续掉，把它拿走。盒子里面有什么？不知道啊，这是我爸的，是机关盒吧？但一直找不到打开的方法。游戏 boy， 等你解开了之后，另一个我就会出现了。决斗吧，黑暗游戏。似乎有部件不见了，你介意我留着吧？不，拿去了，谢啦。果然，游戏 boy， 另外一个我。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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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结束。好，我们下来了。有人说这树后面有一颗头，有一颗小头，没有啊。目前没有什么东西，也没任何反应。好，我们还是下去吧。他走了，他走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稍微探索一下之类的？不行，我们还是跟他回去吧。这是恐怖游戏吗？应该，我目前觉得它不算恐怖啦，是算有点悬疑的感觉的恐怖游戏。恐怖成分算是轻微而已啊，我觉得还好。好，我们回去吧。我要到处逛逛了，看能找到些什么。好，为什么倒退走？为什么倒退走？刚刚我怎么倒退走，大哥？笑死了！我该问一下，这谁呀 ？Megan，Maggie 啊？怎么又多了不认识的人？按一下奇进来好吗？我在等工人给发售，给售卖机补货。星期六没巧克力太凄惨了。你看了新一集的《潮爆娇妻》了没？看了，很精彩，我很喜欢那个节目，我也是。接下来要怎么做？这边都已经开始有摄影机了，还是本来就没摄影机啊？去一楼看一下好了。梅根，那是念梅根吗？有没有发现他房间一幅画一直在变？你是说刚刚那个照片的那个幅画吗？我只感觉刚刚好像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可是没有太大的注意就是了。哪位？啊，我是莎莉，住楼上的。罗森伯，找我有什么事吗？只想聊聊天而已。跟我哦，好啊，进来吧，门没锁。哇，这里好气派哦！你好啊，莎莉小姑娘，来找我这老太婆有何贵干啊？艾罗森伯女士，可以的话，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问吧，小朋友。我一无所有，就只有时间。不错，我就只有时间，但也快将我自己身边溜走了。也许我从未真正掌握过时间，实在是个怪异的概念啊！时间独自静坐，思绪不着边际。老头，你可以去204看看，真的吗？他在想这个神秘面纱背后的真相啊，这个谜团啊，有你听我唠唠叨叨，真抱歉，呵呵。你住在这里多久了？很久了，但说不出实际时间，我的脑袋连昨天发生什么事都不记得了。好多尘归尘，土归土，我的意识将归于那庞大而神秘的虚无。好，这是在讲古了，其实我觉得有点不太想看，不要紧的，罗森伯女士，我在问你，爱迪生公寓住了多久啊？他根本就是，好，又在开始了，我只问住多久而已。你后悔把土地变卖了？到了我这个年纪，人生充满悔恨的孩子，但那最终都会失去意义啊。关于爱迪生家，那户人家怎么了？还住在附近吗？他们不在了，不在了。岁月不留人啊！爱迪生家就只剩下他了。
我想他年纪也不小了，我在这还是记着他的旧模样，那个眼睛发亮、充满梦想的小男孩。反观现在的他，从不走出那个烂房子半步。就是啊，为什么把自己关在里面？要我说的话，他在家人辞世后有点抓狂，那孩子伤透了，甚至会害怕自己的影子。哦，他说他很崇拜父亲，他放弃开品茶店的梦想，也要经营公寓。渐渐的安乐于留在家中的安全感，直到有一天他完全不踏出家门了。不错，撇去门后那乐天的人格面具，啊，泰伦斯·爱迪生其实非常胆小。所以说，刚刚那个英文叫泰伦斯哦，抱歉不会念。被生命中的不幸蹂躏，啊，但谁能避免呢？啊，因为家人过世了，所以变这样子。你有在这里见到鬼吗？怎么你会担心这种东西的沙粒？你真是个可爱的小女孩，我是男的。你难道听不出我声音是男生吗？臭皮囊！但我觉得他满嘴哲理啊，就是老人家碎碎念那种感觉。老头，我要睡了。好，之后看记录档 ，OK 啊。真的不一样，那幅画一下是树，一下是人头。对啊，我在想，刚我是有看错，我刚刚是不是有看错？结果是不是真的没看错嘛？就是好像什么东西变的这样子。再打扰几句太太，他会杀了我的。好的。找一下爱迪生，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那些新的录影机是怎么回事？您的令尊没收到每月例会的邀请吗？我们都会在这个讨论上这个各项事务。啊，我想我们忘了，不要紧。可是如果将来你能够什么播成，啊，我会强烈建议你们出席例会这样的。啊，那祝有大家了解公寓的最新资讯，言归正传，有关你的提问，我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安装了新的保全系统。最近发生的事情令客人心惶惶，希望这个崭新的先进的保安系统会令大家对住处有更有的什么信心之类的。好，乐意自己。你有见过鬼吗？如来佛祖啊，请别说我的公寓闹鬼，我实在不想有什么幽魂野鬼啊来到我家的住客。啊，丽莎，病了以后要照顾所有人，需要已经够累了。哦，所以他个丽莎妈妈已经生病了，没有事的，爱迪生先生，一切都安好。我只是在学校做功课，对，就是这样。哦，我差点要心脏病发了，再多点事端午就受不了啦。好，讲完干话了，可以走了。没人住在这里，就后来这栋出事了嘛。也不能出去耶。波龙，好难念哦，这个字。有些字会放大是线索吗？我不知道哎。耶，我以为爸爸又在叫我了。爸，不要一直在叫我的名字，爸。我应该叫拉瑞上来见见这个。没根的啊，这叫没根。那他就会相信公寓有鬼了。拉瑞在吗？在啊，怎样？上来武林试一下嘛。可以啊，反正我妈刚吃了药。好，他上来了。我们来见一下没根。原来那个女鬼叫没根哦。你有什么需要给我看的？这边，他在浴室，跟我来就是了。怎么又倒着走？笑死人了。可以不要一直倒着走吗？突然变成麦克杰克逊月球漫步，这游戏有恐怖的地方吗？还好。靠，其实五楼的住客也风光过啊。嘘，干嘛？等一下，梅哥你在吗？喂，我想你认识我的朋友拉瑞。嗯，老兄，我看这里什么都没有啊。也许他吓怕了，他有点害羞，但我有一段时间叫他。我有一段时间叫不到他出来，希望他没事。所以说，你上来这个发霉的浴室就是要我跟一个鬼丫头说话。你有多常上来？我跟他说过几次话，但我说过了，他最近都不在了。我
没有发疯啦，拉瑞，我就是要证明给你看啊。喂，我没说过你疯啦，听上去有够怪的，但我相信你好吧。你是我的好兄弟，而且只要能找到我爸，我无限支持。我真的以为今天可以找到他的，我有这样的预感。兄弟，知道现在找谁吗？啊，刚刚那个英文我没看到。他可算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聪明的了，而且他跟你一样很沉迷超自然事物，我想他会帮忙的。这是怎么念啊 ？Todd， Todd， 啊 ，Todd 吗？陶度，真的想不到他会相信这种鬼东西啊！他看上去很正常，你信？哈哈，我想是吧？好了，那么我该去跟他说话了，看他什么看法。好，结束。居然叫不出来，陶德，原来是陶德，陶德 ，Gameplay 渣渣。哎，你好 ，Gameplay 渣渣。背景音乐，换欢乐音乐就好了。为什么蓝极金要说204啊？我们去204看一下好了。204，这是谁的房间？哦，那个肥仔的房间，他后来被关了嘛，东西都被搬走了、啊，还是有股臭味，我绝对不要进去。是怎样啊？事发之后都没人在清那间厕所了、啊，空了啊，肥仔房间空了，空空如也啊。哇，被吓到搬走了、欸。嗯，嗨，陶德，哎、欸，可以直接进去哦。抱歉，花了点时间。我在跟艾绪丽补习。哇，这个妹子正哦。你们见过面了吗？嘿，我是艾绪。呜呼 ，So beautiful。你是莎莉菲斯吧？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了。嗯，我当真？原来我是网红。对啊，只有好事啦，放心。呵呵，这是文明不如见面啊。哎呀，我也是。你也是。嗯，我是说很高兴认识你。好吧，我也想多留一会详谈，但我要走了。谢谢你帮忙，陶德。没问题的，下星期见。好哇，下次见，希望快点见到你，莎莉菲斯。周末玩的尽兴点，帅哥啊，妹子，果然是妹子，请你来看空房而已，干。还有人翻译直接叫翻土豆，是不是？有人翻陶德，还有人说那是泰德。老头，你有去看气象站了吗？没有哎、欸，我没看。你没事吧，沙莉？你看上去有点紧张。嗯，没事，我很好，非常好。看来他喜欢那个女孩啊。好吧，你来这里干嘛？阿旭很不错，他也是大一，他为人如何？他全名是艾希利甘贝尔，跟我一样刚上大学，大致上也是个好人。艾希，他数学有点弱，所以我给他补习。相对的，他有时会帮我做美术习作，听上去是个益友，嗯，是吧？不过这个什么个你过来，不是要来讨论艾希利的吧？怎么了？对了，你相信有鬼吗？我的确信超自然现象以及死后意识尚存的可能性。你犹豫什么？纵然我亲眼见识了难以解释的现象，我仍需要确实的证据才会明确的宣布。我相信有鬼，不过我承认这个题目啊相当吸引，那很合理。我见到死人，你是指桑德成太太吗？不是别的，这个比这个地方别的地方闹鬼啊！啊，原来如此，我需要你帮忙。好，马上就直接切画面了。好，把一些事情经过都告诉他了。我想我可以协助你发掘超自然现象。说白一点，我怀疑我家浴室有灵体存在啊！真的，
搞不好梅根，搞不好梅根在他这边呢、欸。有机会是水管，其实是他的导体啊，但那只是我的猜测。你有把这个什么 Game Boy 游戏带在身上吗？有哦，那就好，我们到浴室看看吧。为什么这个游戏机变成是超自然震动的媒介啊？你通常会怎样找梅根？他在附近的话 ，Game Boy 一定会亮吗？不一定会亮。我通常会直接跟他说话，他有时候会现身，有时候不会。好吧，你试试做正常程序，看看能不能召唤到鬼魂。那个有谁在吗？我没有恶意，只想交个朋友。有谁在吗？没反应，风平浪静，游戏机也没有亮起。嗯，我也不清楚，让我看看。我想可能可以改装你的 Game Boy 来探测超自然热点。我要两样东西进行改装，第一个要能加装装置接收功能的部件，第二要点东西增强电能输出，天线和电池组。好吧，我们现在要出任务了。老头出任务。我可以载你去看哦，只要你去，你出钱就好了。啊，我没有打算要看的意思哎。说实在，那一部气象站我没什么兴趣啊，感觉没有很恐怖啊。对啊，我也觉得，就是微恐怖的感觉吧。目前觉得还好。好啊，父母的房间。哦，这是他的房间。他是 Bob， 还好吧？我父母坚持我有点自大，有点大自然气息来。抗衡满屋科技仪器，啊，他坚持我要有一点大自然的气息啊。这个可以接收频谱吗？对讲机拿给他应该可以吧？太小了不行。磁卡、机关盒都不行。我觉得对讲机拿来供电，哎，真的假的？真的吗？对讲机拿给他了？哎，哎呀呀呀呀！啊，我们现在插电池。好的，我们把对讲机拿给他了。哎，真的嘞，想说试一试而已，结果没想到真的莫名其妙就拿给他了，好吧。应该算解谜游戏啊，后来玩到后面发觉说，其他的恐怖成分根本是超低，低到一个不行，没什么好怕的。这边还在施工啊，施工一辈子啊。电池要去找谁拿？我们去找一下拉瑞好了。这肥宅在这里。哎、欸，我们的合照居然已经有我在上面了、欸，哇，这么酷！我、哦、为什么这越来越暗？你妈还好吗？啊，没什么大碍，一转天气她就会出事。好。结果这句没有翻译到。哎、欸，可以去关心他一下。嗨，丽莎，今天有觉得好点吗？哦，你好，莎莉，今天糟透了。但一牙过雨就过天晴了，有很多工作要完成，我心都痒痒的，想要复工了呢。放松点，好好休息。看来也只是慰问一下就可以离开了。我觉得我们先去找老爸好了。他老爸这是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他老爸都会给我、欸。哎，啊，应该是我们的老爸。啊，不知道我们老爸在不在？啊，这已经被封死了。又来了。哇！为什么猫咪在看这个？你在看什么？等一下，猫咪看电视是冲三角。等一下，猫咪为什么要看电视？太诡异了吧！
而且还看动作片，这个猫咪真有人性啊！哎，浴室还有猫砂，好看吗？好看吗？哎，是我的房间，哦，可以弹，我房间也蛮酷的。老爸还在睡觉吗？哎，没在睡，爸爸，嘿，爸爸，我现在不方便说话，有公事忙，好吧。他看他在打斗争特工，没有时间理我。你最近有见到鬼吗？没有，我知道梅根是你的朋友，但他吓倒我了，我还是去宅在房间算了。你有见过一只红眼的妖怪吗？啊，没有啦，你那么想会做噩梦啊？可恶，什么都没有。直接把旧衣服放在这里，不像有什么有用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推开里面有一扇门欸，这个也进不去。哎，在这里呀、啊！哦，有了，碎了。原来是要从拉瑞的身上拿。我来了。有了。哦，已经改变了，改装中。咕叽咕叽，准备就绪。好吧，别担心，游戏还是可以玩的。只有插入这盒子奇怪的游戏袋时才能启动通灵模式。准备要通灵了。不过呢，我取用了对讲机的零件和遗骸，它反魂乏术，就是坏掉了。按 Shift 就可以探测附近的超自然，按 R 会发出巨大的电流。如果理论正确，这股澎湃的电流，将会附近灵体提供足够的充能，足够的能量，充足能量应该就能加强超自然元素。好啊，去浴室测一下，按住 Shift，按 R，哦，酷哦，有什么东西出现？或者我，呜呼呼，哎呦，从厕所里出来了，要挟我，见鬼啦！你好，怎么了，Gary？这是念格鲁，这是叫念 Gregor 吧？是不是？怎么念？Greg？我没想过他会向他们下毒手，都是我的错，谁？这又是谁啦？Stark 跟他的女儿，我的天，居然会对有夫之妇动心，我这是个蠢材！送心意牵引不是罪，你是个浪漫的人，就像从前的我，谢谢你的安慰，但我有自知之明。贵格啊，念贵格，贵格叶脉是不是？我们想帮你，为什么你不离开这里？我们是跑不掉的，感觉是被那个红眼的那个鬼魂给牵制住了啊。什么意思？你有留恋什么吗？是什么东西困着你？你有见过红眼妖怪吗？你知不知道？不不不，不要，杰哥，不要，他在这。谁？红眼人？哦，老头，这会有记录档吗？会啊，会有。我要走了，对不起。哦，消失了。哦，我看见那个红眼在上面呢，在那个镜子面前，那个灵体又完整又清晰，这是前所未见啊！你还好吗？我没事。钻研超自然事件建立理论是一回事，真正身临其境又是另一回事啊！我懂，一时之间是很难理解的。那么我们要用功了。我今天受够刺激了，接下来我会留在这里做点研究。我会找找爱迪生公寓的历史，看看过往的住户资料。和疑似谋杀的案情，那就麻烦你了。你忙你的，我去找其他超自然热点。耶，可以玩超自然震动了。
五楼最多超自然震动，我们去五楼看一下。马桶妖精地福林，嗨，你好。五楼的话，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啊，就这里需要玩一下。哦，有这里，这里有什么？哦，哎呦 ，what the？ 哎，就这样去了。那我们可以去找沙莉啦。没了，就这样子而已。这附近有没有？哎，这也有。把揪。似乎不太妙啊，都是被那个红眼鬼魂给封印了，没有办法出现，是不是？这里呢？红眼鬼魂把他们给压抑住了，不让他们出来。去五楼厕所再按一次，不行，没有亮，估计煤根可能挂掉了。没有啦，我随便讲的。我们可以直接去地下室，我们可以去直接用这个方式让拉瑞找一下梅根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厨房这边也蛮阴的，我们看一下。哎，厨房居然有哎、欸，哎，居然是这个颜色，蓝色的。什么？六？这是收集灵魂是不是？你动作一点生黑暗灵魂哦。拉瑞有鬼啊！拉瑞，我来啦！拉瑞，我来告诉你鬼在哪里啊！拉瑞，看 Super Game Boy。是的，他要用一点部件来升级，你不要介意，我以后可以买新的给你。看，呵呵，那没关系，能帮上你解鬼魂，解和我的诅咒就好了，我认同。他这里应该是不会有吧？哎、欸，可以上去。哇，原来这里可以外出啊！哎、欸，原来是要从这边走啦。那我们可以去小木屋了，稍微看一下那个那幅那个照那个什么照片哦、喔。那个照片有那个有反应吗？有超自然震动反应吗？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什么游戏啊？嗯，解谜悬疑恐怖游戏吧。哦，这边一个。哎呦，沙莉幽灵，哪位？是詹姆城庄城吗？不能到沙莉连命。你那边接受不了，听不清楚。对不，时间记球，记得那个红球，什么意思？你是什么意思？走了，瞧了，别忘红球巨王则你。嘿嘿，妖虚王，吓死人了。二，他写一个二是怎样？我以为自己已经对鬼魂已不习惯了，原来一山还有一山高啊！啊，管那是什么？我的人生有够怪的。啊，这照片有反应啊！嗯，怎么看都差不多。没东西了。现在看这个，它还是有反应，但是感觉好像没有办法把它弄出来了。对啊，好吧，我们就下去吧。等下去告诉拉瑞这件事情好了。好了之后考虑去玩，哇！萧湖系列是什么东西啊？妖怪马桶，跟他讲一下好了。欸，没反应。立体收音机，当然嘛，要听吗？不要，我不想听，抱歉。我们现在积极的探鬼，没有时间跟你那边哈拉听什么有的没的。
我们来看看老妈房间有没有鬼啊？没有，他老妈房间没有鬼。我的房间有没有鬼呢？啊，这我就不知道了。看来这里没有。啊，搬走的房间，没有错。哎，搬走房间是二楼吗？是这里吧？ 204。一定有。有。哦，神秘魔法阵。嗯，什么？吞噬。什么烂成就啊？不但没有把鬼魂召唤出来，还拿到一堆奇怪魔法阵，这是结一个 good ending 吗？买 DLC 帮他补货，哎，什么时候关台啊？我不知道哎、欸，看这第二章节可不可以把它玩完吧。我们再去找一下陶德好了，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帮忙。唯一一宗的案件，你也知道，就是这个查理嘛。但刚刚公开报道的照片，不是同一个人吧？哎、欸，事情越来越怪异了。杀人犯不是那个肥仔的照片啊。关于桑德成太太出事那天过来调查的警案线索。连机密报告都没有，好像他们没来过，或是根本不存在似的，怎么可能？我没有头绪，但我会继续调查。超自然现象，哎、欸，对啊，根本照片不是那个人啊，不是那个肥仔啊，到底怎么了？奇怪。有点诡异了。监视器拔掉的地方，四楼嘛。这边，这边监视器拔掉了，所以说照不到任何的线索。可是这里也进不去。进不去。还在看啊，猫咪，别再看了，别再看了，卖够狂，卖够狂啊！我们的浴室会不会有啊？不会。我的房间会不会有啊？不太可能的事情吧。我们的五楼，五楼好像还有一个区域不是吗？五楼还有一个区域吧？这你房间还有那个三楼的最右边，我房间看过了。这个地方刚刚也照过了吧，对不对？对啦，这地方刚照过了、啊，照不到鬼啊！嗨嗨，你好，方冠勋那个念勋吗？安安你好，神父。三楼最右边。没人在家，这里也没有。哇，东宝，还有哪里有啊 ？David， 哎、欸，嗨，谁你今你今日点啊 ？David， 你附近有看到鬼吗？啊，是呀、啊，过去像冤魂缠身，搞得我每晚都睡不着啊。那么这里的住客的鬼魂之类的呢？沙莉，你都细细戒毒吧，信我，不可以，不可再呀、啊，不要步我后尘啊！你的裤子怎么了？洗干的，我的衫裤拿去洗啦。沙拉应该要去拿的，但我只顾着吹水，你明白吗？完全忘了时间。是谁呀、啊？这新的客户，那个新的住户啊，大学生。
这边没任何东西。老人的房间是吧？待会可以去老人房间看一下好了，那个很啰嗦的那个老人房间。一楼吧，对不对？对，就这个。照一下，照一下。看，还真有哎、欸。哦、oh! ！What the hell？ 哎呀，你带着什么鬼仪器？这个有点难解释。你不该造了你不理解的事物的。哇，那个我大概要去找陶德，看看他什么发现。哇，阿嬤，你很强哦！你原来是疯狂阿嬤、啊，我已经很久没好过了。我是指，哎呀，我知道莎莉，我不是要你难堪，今天就放过你。他也知道他很啰嗦，我干。去找陶德，所有的灵魂都已集结。陶德在二楼吧，没记错的话，对。我找到一点有趣的东西了。1987年有一宗失踪案，美景赫姆七岁，跟父母 Luki 啊，那 Luki 吧，还有那个怎么念 S T S C Y 啊，住在这个爱迪生公寓，可能是你那个住的楼上的朋友，他一定就是我家浴室的那个贵格口中的女儿。这故事串联起来了是吧？那么怪事又来了。备案之后一天，报告更新的，在南方几里外的这个温迪格湖中找到那个女孩，跟父母一起死在那里。报告指他们钓鱼期间掉进河里淹死的，是泥石流之类的。要救这个女孩啊？这个就是梅根不是吗？我见到那条项链，我见到他时，他不见他戴着，但我有在哪里见过他项链？这个项链从哪里有啊？该不是那老太太的吧？三楼的最右边，我没有去。我要回想一下，他哪里有见过这条项链啊？我刚才三楼不是去过一次了吗？三楼最右边。对、啊、三楼最右边啊，去过了啊。项链。出去公寓的门那里，都比我了解。这边贴一个纸胶带，这里没东西。各种摄影机有吗？关于爱迪生茶。似乎大家都很喜欢你的茶，不如你到室内开一家店，保证会赚。你这个是大好青年啊，莎莉。那个我通常不会提起，但其实这曾经是我的梦想。啊，这讲过父母过世了。你不觉得你爸爸会希望你追逐理想吗？我想他会的，但是已经太迟了，我不可能放下这里的。把它卖给有心打理这里的人吧，然后用那一笔钱做生意啊。看来这里有个小小生意人啊，年轻人。你实在很有启发性，不过我在这里生活也挺安乐的，我会守住家业，同时为住客泡茶，也算是两全其美吧。嗯，我想是的。我还直接跟他叫他泰伦斯，很久没有人这样叫我了。哈哈，有一刹那我差点忘记自己的名字。我想你知道，明白，担惊受怕，逃避外界的感受。你想找人倾诉的话，我随传随到。谢谢莎莉，你真是大好人，真心朋友。老头喜欢解谜游戏吗？还不错啦，我觉得。
还行还行。看到惊叹号看得到好烦啊！哪里有惊叹号啊？五楼去了吗？去过啦。五楼去过啦。我现在在寻找项链啦，但是我不太记得项链哪里看到了。那条项链是哪里有出现过啊？有人还记得吗？会不会在拉瑞的那个拉瑞的小木屋里面啊？我觉得物件最多最可疑的就是小木屋那里了吧？还是在工具箱那边？去看一下工具箱好了。植物箱啊，找到了！耶，太棒了！好了，你准备好了就开始施法术吧。梅根，你在吗？看来是出现了。果然。Hi, Sally Face。吓到，去你妈的！他说他不相信鬼魂，那就是看到他直接骂脏话了。看来笑死人了。Hello, 第一次看台，你好，安安。箱体还会再玩吗？他已经完结了，怎么再玩？很没口德啊，拉瑞，哈哈，饶了他吧，梅根，他从没见过鬼。不要紧，我爸爸有时候也会说脏话。你最近去哪里了？你是指什么？我一直都在啊，我一直在尝试接触你。我想活人是看不到那边的，哪边？对啊，我们住的地方类似这边，但有点不同。我认识一个叫贵格的人，你有认识吗？你是指妈咪的朋友？我喜欢贵格。他经常给我糖果，你记得什么关于他的事吗？我只记得他人很好，会拿给我糖果啊。爹地不喜欢他，所以说那时候坐在马桶上的那个马桶精灵就是贵格，他也被杀害了。贵格小精灵是不是？但我不知道原因，可以说说你父母的事吗？我想念妈咪，她不再说话了。那你爸爸呢？现在爹地很可怕，他吓倒这里的人，但他不是老是这样的。他从前跟妈咪一样可亲啊，会不会他老爸就是那个红眼鬼魂啊？嗨，陈小喵安安，他可能问箱体 DLC 哦，那要等汉化出炉我才会玩吧？应该要等汉化啦，因为毕竟汉化需要时间嘛，而且，也要去支持他啊，粉丝团要帮他按赞啊。他说如果赞变高的话，可能会做 DLC 的汉化，这个可能要靠你们了啊，因为他可能觉得啊，他帮忙做汉化，但是感觉他的粉丝团经营不起来，有点心灰意冷啊，所以说呢，这个汉化组大觉得辛苦，需要得到一点回馈与帮助，所以说你们去多多帮他按赞啊 ，DLC 的汉化可能就出现，我就可以拍了，就这样。柯耀说他没拿衣服，会不会在洗衣机？他爸爸可能是那个肥仔，不是吧？或许哦。发生了什么事？我记得他们吵架了，然后他很失落，然后就从伤心变成了愤怒。你记得你死前的日子吗？我不知道，记忆还是很模糊。你在温迪哥湖钓鱼？啊，可不，我没钓过鱼。但爹有时候会跟庄臣先生借钓鱼，庄臣先生，古母庄臣。对啊，你怎么知道？那是我老爸，他老爸是古母庄臣。哎，我想我们的爹地是朋友，嘿嘿。你知道他在哪吗？你还知道有什么关于他的事吗？拜托，我想知道，因为他老爸失踪了。你失去了爹地很可怜，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只知道庄臣先生和爹地经常一起钓鱼。对不起，这是你的项链吗？哎，是啊，你在哪里找到的？在楼下食物箱的深处。项链是妈咪给我的，她很担心，她说她会保佑我不会被鬼怪伤害。你知道妈咪现在在哪吗？在她的房间，但她不再理睬我，我想她听不到我说话。你觉得她？哎呦，什么？爹地过来了，她不喜欢我跟别人说话，我要走了，拜拜。等等我。他走了，
哎呦哎呦哎呦，这个讯号。那么我要进房睡了，不过门口给封死了。你可以找到工具吗？其实 David 借了我妈的铁锹还没还啊，所以说可以跟他拿回来。好，去三楼看一下情况。去三楼拿个铁锹。哎，按到四楼了，看。题目不死，我也不知道啊，我以为是恐怖游戏，结果其实也还好。电巴阿达，你跟我讲，可以跟你借一下铁锹吗？我也想借给你，但是要用它来撑书架。看隔壁301那班戏路，他们人品是很好哦，但有时会搞些吵耳的 party， 整道墙都在震，我的书架会整个塌下来呀。如果你可以去跟他们请下一下哦，隔壁的。他说隔壁很吵吧，大学生在开 party。哇哟，还真的嘞，嘿嘿，你好，你怎么念 ？C I E R A C 啦 ，C 罗拉，哎，你好，我想在今晚的派对的后备活动。通常我都自己解决的，但我很难缩窄范围。清单让我看看可以吗？请。D 加 D 是什么？这个呢？通常星期四我们会玩 D 加 D， 所以我想做点别的。电影之夜。那这个呢？电影马拉松很有趣，但派对中要听清楚内容有点困难吧。电子游戏。这个呢？通常都选这个不错啊。象棋淘汰赛。这个呢，我们好久没有办过淘汰赛了，这个很适合啊。好，我已经帮他用好了。象棋淘汰赛比较安静。是谁 ？CJ， 我在今晚派对，我在选今晚派对的音乐，我可以看看吗？帮他挑一个抒情的，不然实在太吵了，对不对？就是他的。是红眼的人是他了，爸，他爸哦，对啊，他爸是红眼的人啊。贵格燕麦，安安你好，神龙，不要，应该是这个，这首呢，老兄，这首是要催眠啊。这首呢，哈哈，看啊，这首其实耐人寻味，让人意料不及，又不失典雅，很适合。太棒了，我们终于解决这个该死的。哇，这谁？妹子 ，Hi Z， 怎么了？喂 ，Shelly Face， 我在挑今晚派对的游戏，我这边有游戏书，不过不知道呢。这个好吵的感觉啊，要挑一个安静的。一二三木头人吗？这个也很吵。我怎么觉得都好吵啊？窃窃私语，这个吧。这游戏如何？你看，这让我想起小学时这种怀念之情，很适合派对。谢啦，结束了。哎，我还没有去浴室哎，应该搞定了，这样派对就安静多了。这里没事，他的浴室都长一样哎、欸，不知道香缇会不会出续作？我觉得会吧，这么红一段时间了、欸，从一代到四代，现在一直都一堆人在支持。靠北按错了，好，快点给我，有了，拿到铁锹了。这边没有显示啊、喔，哦，有了，出现了，504，查看504的睡房，504这边，看这边有没有什么鬼，没有，搬开，
怎么吵啊？哎，对，我们还有个地方可以搬开，哎，好像是几楼？我们可以先去那里，现在搬开一次吗？可以搬开两个区域吗？我看一下那个是几楼？是四楼吗？哎，广东话。哇，这也可以开耶！江堤游云南绝英雄。我们先进来看一下这里好了，我还蛮好奇的，案发现场。张德成太太哪位？哇，这他家讲话是用他的脖子在讲话呢！我的天哪、啊！我叫沙利，我搬进来时你已经死了哦，我都记不起了，只剩下朦胧的片段，像做梦似的。你知道我的这个谁何曼，我的何曼怎么了吗？他连踏足这个地方都受不了了，东西都是搬家公司给了清理的，他憔悴极了。你对他一定很重要，我好想他。这冰冷孤立实在是个折磨啊。要是我们没搬进来就好了，那他就不会认识他们了。啊，这个是念秋吉什么的，啊，也不会啊，差不好了，他回来了。别担心了，桑德成太太，你先躲起来。再见了，沙莉。好，我们得到了一些莫名的条件之类的。嗯，这感觉是一个隐藏要素的样子。好，我们可以去回到原本的五楼了。声音超耳的，真的。那个脖子的那个声音有没有？这是睡房。哎呦喂啊！哎呦，是那个女的。你还好吗？消失了。那个是梅根的妈妈。墙上有个大洞，似乎对面有个房子。前无退路，要进去吗？前无退路，哎，啊，去了，不管了。要死一起死啊！啊，一起死，一起死。那个。哪里？啊！是怎样生游戏你？他渴求在议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满怀抱怨的这个女巫身边的啊，深入这个什么城堡，挑战加盟试炼巡回。干，笑死了！这是怎样啊？真跟爆你！啊，死了就重来了。该不会一到十关全部要这样玩完吧？有点鸟欸，我觉得。呀，罗斯，我已经躲回失落的真相之书了。你还看不见价格吗？啊。每个关卡不一样，工作加油，答应我不会让你们麻烦。欸，这个是何曼欸。当然，我爱你，我也爱你。然后呢？要说服人的话，先找点证据。他每个都不一样，真的要全部把它玩完啊！我天啊！还好他每一关都不一样啊，这样子我还可以接受啊。赶快把一到十关全部打完吧！我天啊，这个游戏关卡也太多了吧？至少做五关就好啦。干老师。这个复活点是你刚刚啊的那个毒藤，对啊，这会不会是我刚刚去探索到复活点的关卡啊？这些全部解完会不会有什么彩蛋之类的？我还蛮好奇的，欸，想干什么东西？你想干什么东西？通关？嗯？还要拿回去哦？哇哩嘞，也没有那么容易哦。而且我发现他们这个移动都是固定的，其实就还好。
然后走同一条线应该就没事了，不要被碰到就行。哎呦，这是干嘛？有过关。现在不方便说话，你晚点再来好吗？哎呦，被什么鬼东西缠上了？这是那个呢？那个肥仔哦。所以说那个肥仔的确是杀害他，但是那个肥仔是被附身的。最后一关是红眼，我现在刚才故意跳最后一关了，我们要玩第七关。刹那间，他自己身处他方，尽管 Lucky 不知道何时沦落此处，但也清楚自己的任务。对女人，那女人对我们是个威胁，不能采信。我们联手成就大事，不能有任何的差池。我们可以从第二关开始慢慢来吧，不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剧情。老妇再次凝视战母的双眼，说：“如果你找到这把钥匙开启的门，我等等将与你分享宇宙的秘密。”好妖、哦，哦，已经踩了，是不是？进入，感觉没那么简单。没关系，已经踩过了，踩过可以直接过了，不用重踩了。哇，这里没有路。哎，好，过了。还有第三关啊！天啊！知道怎么走、啊？哇，死路一条，重走一遍。这又是什么？这是个提示吗？邪教？搞不好是一个邪教仪式也说不定哦。按钮在这里。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重来了，重走一遍。哎，大哥，别闹了，大哥。不关。第四关，这什么？一堆球是怎么回事？使用钥匙，他不知自己为何深入虎穴，却不禁踏上面前这条泥泞小路，好奇耶，命运吗？这个人又是谁啊？抱歉，只限会员。聆听。嗯，这个是贵格哎，似乎是哭声。我应该去看有什么可以帮忙。这个会不会是这个孩子的爸爸？然后，这个哭声会不会是小女孩啊？听声音大小，这个没声音，声音在这里。没声音，就听声音，听声音来辨位啊！找到了，那个小姐你还好吗？你是谁？冒犯了女士，我叫格雷。哦，是格雷啊！我无意打扰，听到哭泣声，所以来听有没有事情。谢谢你的好意，看来你不是教会的人。不是，那就好了。这里发生的事太可怕了，使我晚上难以入眠。我开始担心自己的女儿的安危。我跟他们讨，跟他们理论，但实在说不过他们。就是说，这真的是邪教哦！这真的是邪教哦！我又有线索了，附身在他身上的是麦吉他爸。
躺在床上是麦吉阿妈，我知道啊，刚刚已经推论出来了。我明白的，去年工厂大火令我失去家人，见到像你这样的可信的女性如此憔悴，实在伤透我的心，我会尽力帮忙的。你有什么可以告诉我吗？你太好人了，蒙塔古先生，你家人的事情节哀。啊，叫我葛雷就好了，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哦，戴斯赫姆。我只是个穷农夫。当丈夫察觉他的举动时，啊，这怎么念啊？史塔尼啊，反正呢，就是他老婆，就知道时日无多，为人身安全着想，他投向一个出乎意料的盟友。好了，他说要逐层切断电源，希望我们会成功。要先切断电源，电源在哪里啊？这个，好的。总共有四关，总共五关啊，马德。怎么还有？三哦，你死掉就直接从第五层开始哦！天啊！第二，其实还蛮快的。第一，哇，这个第一太扯了。Oh my god！ 我要从第五开始了，这个，算了，慢慢来。莫惊莫慌。慢慢来，慢慢来。隔壁老王上线，对啊，他把它做成游戏啊。这现在这个画面情境应该是代表说他在跟隔壁老王偷情，需要关电源啊，这个是不能被看见的啊。好的，以游戏的方式呈现这个剧情的来龙去脉啊，虽然有一些稍微看不太懂。总而言之，他爸爸，这个谁？哎呦，等一下。总而言之，这个小女孩的老爸可能是邪教徒的一员，你知道吗？然后再加上隔壁老王偷情的关系，哦，哎，怎么鬼都不见了？现在不能拿啊！隔壁老王偷情的关系，他直接啊一个暴力，我切断电源了。哎，而雷格把骸骨处理掉了吗？所以说到底是谁杀了谁啊？罗素，这应该叫念罗素吧？破坏第七本书了，我们真的可以阻止他们吗？我们有胜算吗？我们还有胜算啊！虽然不能保证，绝对保证，但不一定会成功。但不该让事情进展到这个地步的。Lucky， 很抱歉让你的家人走这趟浑水。成功制止仪式的话，议会会在未来一千年都不会有机会再执行它。求上帝眷顾我们成功，上帝不在乎啊，亲爱的，别白费心力了，还是靠自己求生吧。不知道在演什么啊，其实你看不太懂了。先休息了，好啊。这是记忆。游乐时间被日落打断了，当下小女孩惊觉自己进入陌生的森林，太深了。这应该是那个梅根吧，小女孩。啊，一直重复迷路的意思吗？哦，原来这里也可以走。
哇，我在这里迷路了。哇，没有任何提示吗？是要跟着茂密的树林走吗？没有落叶的地方，往回走。没有落叶的地方。嗯，这里又变黑了。哎，出来了！乖女，你到哪里？吓坏妈妈了。啊，没跟，对不起，妈咪，我迷路了。然后天好黑，然后就乖乖小天使没事了。婆婆的项链，她会保佑你在这个世界邪魔歪道不会伤害你。那爸爸呢？不用告诉他，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终于啊，天啊，第六章，年轻神秘学者在城堡深处挣扎，他寻找议会要求的最后一项信物。哎呀，邪教徒是我。噔噔噔噔噔噔，对，我到底要去哪里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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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啊，西巴鲁，气死人了！就是我刚刚这样走也是绕回来啊，是吧？哎，哇，我刚居然没事，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十关的关卡也太长了吧！为了要解释这个剧情，用游戏的方式，然后重点你也很也没有说多简单的游戏方式，我觉得十关太多了，真的，因为游戏本体本来就不是在这里玩这个游戏啊，而是要探索，对不对？他用这种方式解释并没有不好，但是重点你把游戏难度降低嘛，对不对？这游戏难度这么高，我们才一个而已啊，到底要打几个啊？往上走好了。上面应该还有。好，一个。可能要吃三颗哦。超级怕踩到，踩到从哪我会哭给你看。踩一颗头。哦！妈的，差一点吓死人了。在折磨人啊。有哦，差一点哦哦，哦哦。Yes， 我取回余下的物资啊！啊，要开始仪式了，是不是？然后你看这仪式后面的三个人，有些人还蛮眼熟的吧？你看那个胡子大叔，感觉就像是雷格的感觉。中间搞不好这就是那个雷根的老爸哦，梅根他老爸。那左边那是谁，我就不知道了。召唤仪式啊！召唤黑暗大法师哦！原来这家伙是他们召唤出来的。第七，刹那间，他自己身处他方。尽管 Lucky 啊，不知道他何故沦落此处，
但他知道清楚知道自己的任务。哇，怎么主管走那么快？这也太快了吧！总而言之，他们召唤出一个他们没办法控制的生物，是这样吗？哎呀，走也走太快了吧，嗑药哦。进入，带着孩子只会拖后腿。他继承了他母亲的狡诈，绝不会乖乖跟我们走的。这是他老母啊！走太快了吧！哎，我来轻轻按一下而已。进入，与我步入不灭圣火之中，我们的力量将永无止境。这秃头佬到底是谁啊？哦呦，圣火！呜，被烧了！哦呦 ，Lucky， 你听到吗？我终于解完了，原来他在这里上吊哎、欸。Lucky， 哎呦喂啊，变成邪恶鬼魂了 ！No， 时光实在太长了啊！怎么了？刚才怎么了？陶德给我看这个发明，他说理论上它会使邪灵负荷过重，然后灰飞烟灭。我拿了就立刻上来看你有没有事了。你做对了，好、啊，差点挂掉就对了。所以说，红眼妖魔几十年前就在了，我还没出生呢。说不定我其实没有被诅咒。天啊，天知道爱迪生公寓有段不可告人的历史啊！我以为跟这个哦、啊，跟那个就是那个死胖子、死肥仔哦、啊，住在同一屋檐下就已经够诡异了。干，原来抵触还未算抵啊！我想不用担心再有妖怪了，似乎陶德的家伙解决了他，真的假的、啊？没事，解决得很好。不过我想，如果根本没有诅咒的话，那就是我爸他只是用一张哭脸啊，老爸只是真的消失了这样子。抱歉，莎莉，今天的时段结束了，守卫都给我面色了呢。等等。那很片面啊，我还期望今天你会吐真话。要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况且离审判没多少天了。我对天发誓，我所说的全是事实。政府阴谋、妖魔鬼魂，还有魔幻游戏系统，莎莉别捕风捉影啊！他不相信哎、欸，你不能奢求我相信你，将心比己。所有证据都指向你，你所做的一切，实在无法否认。听上去很无稽，但我说的都是事实。啊，被带走了，到书屋去，请你自己去看看，你要的证据都在那里。啊，被带走了，死疯子是吧？然后其实凶手就是他。没人相信他这样子，人家真的亲自去树屋了、哦，那看来就还有续集啦。这个第二章节结束了。那公寓变好超级破旧了、欸，他自己亲自调查、欸，换我可以动了，我是大叔。哦，还真的听信我们这个沙利男主角啊，前往树屋看一下，便知一切真相。哎、欸，这里都已经荒废好久了，十几年了，这个公寓再也没个荒废了。哎呦，上来了，这里也乱七八糟的，像中人似乎是。啊，拉瑞的父母没有奇怪的地方。书架、残破的、工具、各种杂物、地板，像是拉瑞的。就这样而已啊。没了，什么都没有啊。
满是衣服、书本。哎呀，真的什么也没有啊！我在怀疑什么？或许只是想亲眼确认罢了。莎莉的案子太证据确切了，看上去有点可疑。哦，哎，原来他死了啊！艾朗医生，拉瑞居然死了！什么？哇！别慌张，我们需要你帮忙。你要帮莎莉出狱啊！这场混账比我们想象中复杂。拜托了，你要带莎莉来这里？这你不可能！冷静点，你都要心脏病发了，事关重大。莎莉不快点过来的话，那晕倒了。哎，他从上面掉下去哦！妈的！哇，医生摔死了是不是？哇，结果他也挂了，没有人能替这件事情伸冤了啊！通灵，谢谢支持。哇，结束了、欸。两个章节结束了，我们到时候还有第三个章节，这个都要等它更新啊，我们才可以继续玩啊，好不好？终于打完了，神伏笔。